大约从2010年起出现了一个新词叫智慧校园，它最初指的是学校的信息化改造，后来随着人工智能在2014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内涵逐渐的拓展，在2019年的时候甚至推出了国标，也就是智慧校园总体框架，国标 GBT36342。 这里准确的定义是，我念一下比较复杂啊，叫物理空间跟信息空间有机衔接，使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便捷的获取资源跟服务，通常以传感器网络及智能硬件为核心的校园基础设施，和部署在数据中心内云端服务器上的智慧化软件系统构成。常见的功能可分为智慧教学环境、智慧教学资源、智慧校园管理、智慧校园服务四大部分。这些年呢，已经有很多学校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过最近两年突然冒出了一些奇怪的产品，也打着智慧校园的名号用在了学生身上，让很多学生都感叹科技进步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啊！我来说几个产品例子。比如说有一位上中学的同学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英语填空题和一根笔的截图，看起来呢像是暑假作业。他抱怨道，呜呜呜，能不能快乐的暑假了，搞这种笔给我们，什么时候写的，写的什么，老师那都会收到通知，老师看到我两分钟完成一张试卷怎么办，再也不能在最后一天创造奇迹了。这学生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放暑假之前，老师要求每个学生用这支特制的笔完成暑假作业。这支笔呢，表面上看只比普通的签字笔略粗，但实际上被称为智慧笔，会识别出学生写了什么，而且记录下写的时间。老师如果愿意的话，还能通过智慧笔上传给老师客户端的数据，总结出一个学生在暑假里完成英语暑假作业的状况。比如说是每天写了一点细水长流呢，还是最后两天拼命的突击呢？老师甚至还可以细化一些，看看某个学生做某类题花费的时间跟错误率。仅仅从智慧笔提供给老师的数据，就能大致判断出学生在哪方面有知识欠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学生时代，都过过暑假，但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 99% 的老师在判暑假作业的时候都不审核对错。简单的说呢，不少老师只看你每篇写了字没有，是不是一整本暑假作业都是空白的，而根本不关心你到底写了什么。哪怕50道选择题你用一分钟瞎填的写完了也无所谓，而大题下面呢，只要有那么一块文字堆在那儿就可以了。甚至有 20% 的题空着，老师也不会追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本判不过来。一个老师在平日负责两个班的情况下，每天认真批改作业至少需要2到3个小时，而暑假作业相当于两个班的同学把50多天的作业集中交上来。老师如果想在不影响正常教学跟生活的情况下按平时标准批改作业，其实大约需要2到3个多月才能批改完成。而实际情况是，大约在开学之后一周，一本一本批改过的暑假作业又都发回来了。老师大约就是每隔6到7页给某页画一道大大的对勾。而有少数同学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就会在暑假最后一天胡写乱写一通，让每篇都有文字来对付老师。而有了智慧笔，这招又不好办了。那这智慧笔是怎么实现精准识别文字的呢？毕竟啊，做题的时候跟写日记是不一样的，写日记是连续的内容，识别出来的数据也自然是连续的，可以读懂。而题目有的是填空题，有的是选择题，有的时候同学们还会把不会做的题隔过去。最主要是草稿跟涂改，那又怎么能识别出是干扰排除掉呢？其实啊，这种笔需要在一种特殊的布满点点的纸上写，再通过笔上的摄像头跟纸上的点点做更精确的定位。第一支笔呢是学校发的，但如果不小心摔坏了，就需要自己掏几百块钱再买一根。再比如还有一种叫做智能校服的东西，学生穿上了以后就可以实时追踪他在校内的轨迹，还能通过设置在肩部的传感器判断学生是不是睡着了，一旦打瞌睡睡觉就发出警报通知老师跟学生家长。与此同时呢，这套校服自带的芯片还可以跟一些支付软件连接，让学生实现校内无现金消费，家长可以设置消费上限。还有一些学校给学生带了智能头箍，说是来自校友的捐赠，市售价格啊3499元一副，戴上以后的样子跟孙悟空的紧箍咒有点像，只不过颜色是黑的。据说可以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通过那脑电波数值的分析，实现注意力强度的实时监控。当同学大脑处于放松的状态，头箍就会亮起蓝灯，而处于精力集中状态的时候会亮起橙色灯，而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状态的时候就会亮起红灯。老师站在讲台上往下一望，他想知道哪个学生在认真学习，哪些在开小差，只要看看谁的脑袋上闪着蓝灯，一望便知。以上三种所谓的参与了智慧校园建设的产品，只有第三款在新闻报道传播开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对，然后马上就被叫停了。原因呢，可能跟黑色紧箍咒的形象给人带来的负面情绪有关系。本来孩子就挺不容易的了，现在头上又套了一个箍，要把作为思考的大脑禁锢到哪一步才算罢休啊？当然公布出来的叫停理由并不是这些情绪，而是因为这套设备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至于脑机接口技术在判断一个人的大脑状态上具体能做到哪些事情呢？这些内容在科技参考第一季中我曾经用一个系列详细描述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搜看看。我们接下来说说为什么智慧校园建设中会出现这么多针对性非常强的监控功能呢？其实这源于今天学校运作中要彻底避免突发风险的需求。为了保证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安全，就需要对他们做尽量详尽的监控，
包括空间位置、清醒状态、学习与否、消费金额等等。而在监控学生的同时，对产生的数据稍加一下整理跟排列，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他们，那就是教学工作跟学生管理工作的数据化，把整理加工之后的数据汇报一下，这样看上去就完全是智慧校园的典型应用了。但真正有利于教学跟育人的智慧校园建设，不应该以监控学生为目标，而是要以减少教师负担、提高管理效率、增加师生交流为目标。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在人工智能产品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即便管理者想做也做不到。而一旦能做到了，真的把管理细化到监控学生的一举一动，那将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把最特殊的学生泯灭掉。这个最特殊呢，既包含特别特别不及格的那些学生，也一样包含了特别优秀的天才型学生。我们可以把学生的日常表现分成若干个维度，比如说逻辑思维能力、运动能力、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等等。每个维度如果都能量化的话，最特殊的人群在分数的最低和最高两侧都分别占据大约 2% 的数量。如果以暑假作业来看，那些几乎一笔都不写的学生，一个班里大约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呢是每天就打游戏去了，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忙活自己的编程项目去了。他们全都是对暑假作业完全提不起兴趣的人。但如果在监控极为到位又施加惩罚的措施情况下，这两个学生的行为模式都会被迫从表面上改正过来。我们想一想也能知道，那个爱玩游戏的能有多大的概率会循规蹈矩的从此之后认真学习起来，但那个喜欢自由探索式学习的孩子可能真的就会自此循规蹈矩的学起来，因为这样奖励既大，心理压力还小。从另一个角度说，哪怕我们只从智慧校园的国标内容去看，它也都是集中在提高教室的预约使用率，更加合理的分配教学资源，更加方便的同步分享课件，更方便老师直播跟划重点，更保障师生校园生活的安全和便捷。这里并没有什么项目是要求监控学生的一举一动的。那些打着智慧校园旗号，实则把监控施加在学生身上的产品，其实只是一些有损于学生，但有利于参与销售利润分配的人的借口。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罗克，咱们明天再见。